大象跑气球，大象骑三轮车，大象画画，大象抱人。接下来的节目有大象踢足球，大象玩篮球，大象比赛抢气球，大象抛保龄球，还有最惊险的节目大象画友和大象按摩。最后大家能在表演的尾声能享受跟大象翩翩起舞和做分享。